今天来，我是跟你道歉的。道歉？嗯，我啊，之前包的事儿是我误会你了。什么？误会？嗯，后来我去查清楚了，那包确实不是你弄坏的，是我冤枉了你。我跟你道歉，对不起啊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嗯，那我岂不是不用还你包的钱了？当然了，你本来就不欠我什么。那我是不是就没有负债了？嗯，谢谢你今天来告诉我这个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拜拜。怎么样了？这李文找你到底什么事儿啊？他是不是找你查清楚了？你快说啊！怎么了？李官跟我说，他找到包的真凶了，我没有还钱了。真的呀？真的？那你不用那么辛苦了。是啊，我就跟你说了，那个真凶肯定不是你，就是李官，非得冤枉你。你最近也挣了不少钱了，现在是个富婆了啊？是。全变成我的私房钱了，私房钱，好开心啊！这个，咱俩是不是要庆祝一下？去打保龄球，走。OK。嗯，我也该收摊了，拜拜。哎。行吧。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休息了。啊，那我就直奔主题吧。这是我的名片。我们公司是负责经营画廊、策划画展，还有发掘好画家的。啊，这几天我一直在观察你，我发现你是个好苗子，很有潜力。接下来我们公司会有一个全国性的绘画展演，我希望你能来参加。展演，不过我才大一。相信我，我的眼光不会错，你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。我现在有点懵。正常，这样吧，名片我已经给你了，如果决定好的话，随时打电话给我。嗯，好。林雨涵，怎么了？我刚刚去找徐冉了，他画摊那边还挺热闹的。哎，你千万别紧张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去跟他道了个歉。道歉？嗯，那个包的事儿我查明白了，确实是我误会了他，不是他弄坏的。不会怪我吧？不会。想想清楚说话。谢谢你，小小姐。你出院的时候忘记医嘱了，近期少吃荤腥。我这也没吃多少啊，多吃蔬菜对身体好。嗯嗯，哎，袁怎么最近都没回来吃饭啦？我不知道。怎么啦？又跟袁闹脾气啦？妈，怎么老说我跟他闹脾气啊？我是真不知道。
饱。你刚刚那段拉的就特别好，你自己有没有发现？自从我想通这件事以后，对大提琴的感觉不一样了。是吗？嗯，你情感上面确实……哎，林然，我做了点饭菜，一起吃吧。啊，我不用了吧，不用了。对啊，元哥，一起吃吧。练完大提琴，我还有点篮球的事想请教你们。不是，来来来，太麻烦了，太麻烦了。起来，愣着干什么？饭呢？去准备啊。不是，这不合适。我姐做饭很好吃的，你试一试嘛。你还没叫在我们家吃过饭呢。啊，元哥，我姐做的饭很好吃的。我不知道这些合不合你胃口。已经很丰盛了。姐，有没有搞错？这桌子菜没有一个是我想吃的。你爱吃不吃？那么多事儿呢你。李然，快尝尝这个。这个特别好吃啊！还有这个也很好吃哦。对了，这个还有点素的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个也很好吃哦。对了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最主要的是这个，尝尝，这个是最好吃的。李果，干嘛？你有没有搞错？搞错什么呀？自己看。有点过分哦。嗯，愣着干嘛？吃呀。我弟弟的事儿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。啊，没什么，李准我挺喜欢他的，也把李准当自己弟弟看。那徐冉呢？你也把他当妹妹看吗？徐冉不一样。哪不一样啊？是因为你喜欢他，对吧？可是我一直觉得他把你当哥哥看的。这不重要。那有什么重要啊？我还挺羡慕你的。羡慕我？我羡慕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做自己啊。你也可以啊。那好，林雨安，我告诉你，我喜欢你，并且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李果，你听我说完。林雨安，我喜欢你。什么人呢你？再不理你，哼！新京东怎么了嘛？愁死了，愁死了！
进来。李老师。方宇航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找到了徐冉的作业，所以带过来给你。你找到的？哦，那天徐冉过敏送医院的时候我也在。其实那天我带徐冉去看画展，我可以看出来他对绘画的热爱。看来是我错怪他了。看不出啊，你对徐冉挺关心的。好了，准备等着参加培训吧。今年创造135一定能上。田总，我能进前八吗？等一下啊，接个电话。喂，哎，王导，啊，你已经到了啊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等一下，再做一单再办。喂。喂，田总，我是那个韩国街百货摊的那个女生，徐冉。记得记得，小姑娘天赋异禀，没有，怎么会忘记呢？其实我今天打电话来是想问，那个咱们那个。签约画展的事情。好，那这样，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来我们公司啊面谈比较好。就是名片上这个地址对吧？具体时间等我联系到画家，发信息给你。好的好的，麻烦您了，谢谢。哦，可以啊，烦死了！老弟们，这都几点了？我去，就我一个人啊！怎么了？完了！哎，你自己吃吧，我不吃了。怎么了？神神叨叨的。咖啡，热的。哎，我们去看电影吧。不看。那我们去逛街吧。这么早逛什么街呀？那我们去吃饭、啊。我们才吃完晚饭。那你要干嘛？陆少宇，我们是在谈恋爱吗？是啊。那这种问题需要我想吗？不
我一钢铁直男为什么要想这些问题啊？那我想。我想。同志们，这都几点了？怎么就我一个人来了？糟了，徐然怎么一个人在那儿啊？我可以和林源单独聊几句吗？谢谢。明天你就要去比赛了。啊？陈爽他比三年前更厉害了，所以我希望这次比赛你要全力以赴，一定要赢。我说过，我只能输给你。我一定会赢。不代表我们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。你还想怎样？天台都不来了，天天跟林果儿靠。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里面太热了，出来透透气。晚上风大，小心着凉了。哎，你干嘛？你怎么了？你去那边。你去那边啊！哦，这样行了吧？哦。那个，我明天要代表咱们系去参加表演，你想来吗？你一个人吗？两个，我和李果儿。不去。喂，田总。哎，是啊，我跟你确认一下啊，你确定明天下午过来是吧？我明天要代表咱们系去参加表演。你想来吗？那个，明天能不能稍微早一点啊？这恐怕不行，我们这边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嗯，好，我会准时到的。行，其他没什么。嗯，早点休息，明天见。嗯，明天见。
志远，我胃痛。志远，我胃好痛啊。志远。叫你不吃早饭，这下好了吧？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不吃早饭？不敢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嗯。再喝点。那边联系到画家帮我办画展了，我去看看就不过来了。田总，常来画摊的那个客人吗？就是他。一定要今天吗？能不能改天啊？我陪你一起去。都把我当小孩，我就信了。林渊，终于能和你在赛场上一较高下了。怎么了？不会是因为方远航的惨败让你害怕了吧？不过说实话，从一开始我的眼里就只有你林渊一个对手，我来南海也是为了和你一较高下。你不会让我失望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好，我们欢迎下一位选手，上一届的冠军陈爽同学。田总，我这里有一些画，您先挑挑看。好的，小冉，我对你的绘画功底是有信心的，不用看，没问题。谢谢田总。剩下的呢，就把这个押金给交了。押金？啊，小冉，你看是这样啊，
我是非常信任你的，但是这个办画展前期要有大量的财力的精力的投入。那我这些前期都准备好了，到时候突然你说不开了，田总，我不会不开的，因为办画展是我最大的心愿。你看，还是年轻，冲动。你想想啊，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生，没作品没人脉，我这边要给你开画展，我也是顶着公司很大的压力的。所以啊，我希望你这边能给我一个保证，我这样也比较，对吧？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钱。小冉，这样吧，你有多少钱，你就交多少钱，剩下的田总帮你垫上。不会是遇上骗子了吧？徐冉还没来。要不然我先回家跟我爸妈商量一下。哎，你先别着急，你看年轻吧，坐下坐下。哎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小冉啊。想一直抱着你，听你心跳频率，那是最美丽的旋律，你吃醋的神情，你偶尔闹脾气，在我心里都值得好好珍惜。想一直牵着你，你唱歌我弹琴，那瞬间没有困难的风景，想牵着你去旅行，你的哭和笑和所有情绪，我全都想抛弃。能在我的世界爱着你，是种奢侈的幸运。原来你早陪在我身边，我太晚才反应。感谢你突如其来降临。